《星河世界》首部自制剧集，广受学生欢迎同名漫画改编，中国、台湾、日本，连同本地艺人亲历演出，我在那看穿越时空了，非一般的穿越剧，乐乐世界，就是那个平行时空。跳班，4月14号起，每逢星期二晚上8点，只在都会台。 跳班是由 HTD All Dreams Together 以及中宝主要赞助。